天黑成这样了，在大雨看都看不着雨。感觉只是砸到，哦，你看玻璃，哇，碎了，玻璃碎了，我去，玻璃直接碎了，看见了吗？哇，天哪，哇，看着啊，咚，还得碎，如果它不制止，哇，天哪，哎、有一块，正好这面砸了好多玻璃，哇，天，太危险了，哇，天哪。你看那玻璃还往下掉了，哇，天哪，他们怎么没有人动呢？这些人。咋回事呢？我的乖，全运城的出租车都停在这里，愁死我！这是准备罢工了，这。你看，那边全是，这，最起码有100辆，还陆续在往过开呢。你看警察来的哇，这萝卜快跑，有把个不闷的，给你滴死雷的，滴死雷的，萝卜快跑的，无人驾驶，给滴死雷的，这专门出事故嘛的。萝卜快跑的，萝卜快跑！真是为么子能上道？无人驾驶车为么子能上道？我们国家法律都没有。这完全是瞎搞么子？那么的为么子能上道赢？他为么子能上道赢？笑死我了！那个萝卜快跑，他不走，这个那个，交通走了稀巴烂。没有，是他妈的人。哦。无人驾驶呢？你说有人发还是什么？没有，新手。就两面晃的，你看他真的是。没人说，该是那个自动驾驶。不走了。
两个萝卜。他那个起了，不是，你看他俩，你看他俩谁让谁，我好逗死了。哎，都不让，一个都不让。你看，要走都走，要不走都不走。哎，这 AI 真傻。说不出话。还得这玩意儿，不管你水多深多浅，哎，只要是地图上有我就干。哎呦，着整一会儿啊，这玩意儿我估摸这玩意儿要是桥洞着一米多深他都敢干进去，只要是你对地图上有路线拟定好了我就干。看这家伙这玩意儿挺冲的 啊挺好挺好，不错不错。有这小萝卜有点傻，但是没人让他就一直这样子傻。他打了个左转过去的，他不敢自己过呀，他居然没有车的时候没过。萝卜是过的，他就是太守规矩了。车上有人吗？车上没人吗？车上没人。我看看萝卜啥时候走。这怪都工资都个员工的工资都冇发，个个都罢工了，有乜鬼用啊？通通叫那老大进了公路嘛。现在我们告诉你，啊，管的是油罐车不许在滨港路以及新港路停，知道吗？停了多长时间？停了多长时间？停一分钟，一秒钟也不行。一秒钟也不行，是吧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一晨，记好了。有号，嗯，来，看好了，录了。来来来，录了。王一晨是吧？啊，记好了，王发，我叫王一晨，记好了。行，记得。记好了就行。啊，这个号。来来来，我还有给，来，我给你啊，给你点啥？来，给你点啥？来。你要打人啊？你要打人啊？你骂啥？你着啥急啊？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，
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